我是劉家輝 GORDON LIU， 他成功是在劉家輝和一班人羅列 Superstar， 他肯和我打拍戲，是那個 speed 很快，不是 slow motion， 1 2 是啪，劉家輝是 really fast， 其實很多觀眾是喜歡我棍，好像 experimental 58個分，這個是紅家最主要的棍法，所以功夫给我一直以来是给我健康，给我精神，但是也都给到我工作，不敢说我很勤力，我会很认真的思想去做一样东西，无论那个戏的份量几多或者很细，我觉得都要认真地做，因为我不想拉观众。张彻导演就签了3年合约，咁3年合约系做乜嘢咧 ？Stunt and acting， 当时有几个演员同我哋一齐嘅，傅星、阿信德、傅星、薛冠、薛冠军、梁家荣、黄龙威，嗰时我哋拍戏咧，有演员就有演员就做演员，冇演员就做 stunt， 乜都做。我第一部戏在邵氏的 source order 就是六阿彩与王菲，这部戏是邵氏，但我的 salary 是张彻，直至到我 contract 完了第二部戏就是《少林三重》，我是很怕三折棍和罗列打，因为罗列入面的功夫也好，他都是 real life，我真心覺得是很危險的 danger， 所以三十六王給我的印象是什麼？辛苦和真的很多受傷，其實什麼拳術都好，最重要是尊師重道，其實什麼拳術都是強身健體保衛國家，為什麼這麼說呢？沒有家怎麼成國呢？先保了家先後再保國嘛，謝謝你。Thank you.